Ciao. Hello，银主没有坐在那里，就不跟他们说hello。海21线，这边是可以到古关天冷。好，右转。 13分钟，9:30，慢慢骑也到，不采买了。本来还想下到国兴去采买，不过想想应该也是够吃了，不用再吃那么好了。想要上去泡个茶，那边也有简餐。这边是重机很爱骑的一条路啊。哦，比较凉了。刚才在那里还是挺热的，坐不住啊。 今天是星期六，10月12号。明天回家应该会从古关中横回家，应该是快到了，要左转700公尺。 羊奶头茶叶蛋，哦，这里芊芊小镇，哦，这里应该就是最高点，芊芊小镇这里上。 老板啊，哎，我那天有跟你打电话，我姓黄，有，我知道你，哦，黄先生，哎，台中啊，台中啊，哎呀，我就放假，然后都喜欢这样骑摩托车绕一绕，来来搭站，哎呀，坐一坐看看，哇，好，我昨天长底迄个下骹遐一个，我做牙骨，国兴我礼拜遐嘛算新鲜，好做。 什么星光夜雨？遐足济啊，下骹遐嘛。哦，啊，毋过遐 OV， 嘿，遐拢 OV 啊。哦，我一间黄金森林。嘿，我就定个，我本来是讲骑行坐较久的，结果定个来，来走。你我是讲你才较悬，应该较应该都无。我只无，啊，愈悬的较无位啦。嘿啊。我讲你坐啊，我讲来行停下。哇，哇，这里太棒了。嘿嘿嘿。哦。 哦，这嘛较凉，这都用坐啊，这都。你无讲，阮到即马都还袂出去耶。哦，哦，恁开车吓？哦。伊已经就出去两三台出去啊，都。哦。下下骹新冠遐个。是。哦，有遐出济啊。哦，就济，啊个热，无凉。遐尼热？我感觉会热啦。哦。对，风有风吹来会凉啦，啊，啊则较凉啦。 还一层哦，加下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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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但是下午就很凉。下午哈好。我搞我都爱徛落来。
来，朋友，我们到了，不到十几分钟就到了。千千小山露营区是车床天地的站点，很近啊，而且又凉，这边又有海拔。好，搭帐，我的心帐篷再度开张。哇，这里好凉啊！海拔高，又不用电风扇了。哇，这椅子，来泡茶吧。哇，喝杯水。Hey Siri， 计时三分钟。三分钟，开始倒数。哦，这里比较凉啊。哎，该吃午餐了，来吃什么呢？煮个面好了。哇，我的水，这个滤水器太久没有开，都已经水出不来了。来煮辛拉面。一杯，38。哇，这杯下去醉了。
水喝了，只能泡茶。哦，从家里带来的百香果。就一个人比较自由自在了，真的想去就去。哎，你是来也是来这边吗？露营车泊？对，跟我太太那边。哦，我自己一个人都喜欢跑户外啦。哦，好好好。哦，什么都没玩。对。哦。我是比较属于那种户外活动。对。那个脚踏车也，我扶肉那种也玩了。哦哦，你对，看起来蛮黑的，应该是很常户外活动。对啊，因为老婆说要多陪小孩。对，我看你东西都用的是那种比较属于那种，就是进阶一点的啦。就是一般家庭露营比较不会用这个啦。不会。哎呀，这就是爱玩啦，小东西，钱都是看花在什么地方。对，钱就是放在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对，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不错啊。哎呀，你有经营那 YouTube？ 哎呀，我有在做一个 YouTube 频道。啊。哎。那也是觉得也是蛮算是个兴趣，就是可以交很多朋友了。哎呀，对呀、啊啊，因为这个的话认识很多工作以外的朋友。哎呀、啊，不然你平常认识都是工作的嘛，啊，你如果想要认识跟你工作无关的，就要透过一些管道，应该说跳脱一些环境。对。哎呀、啊，哎，煮饭呢、啊，先泡米，这里有多少？感觉不少哎。哇，今晚吃米吃到饱。嘿，西瑞计时20分钟。好了，米泡够久了，煮饭。烟雾弥漫啊，有蚊香，有饭。饭好像快好了，再来就来烫我的咖喱牛肉调理包，应该是好了。哇，今天的饭很大一包啊。明天早餐只剩下蛋了、啊、这次真的是吃得非常的干净了、啊、看一下，应该是可以了，放着。哦，这么满啊！哇，饭太多了。哎呦，哦，
煎节瓜。吃饭呢。我们是银主太太跟女儿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打个招呼。好好好，嗯。哇，你这帐篷搭得很可爱耶。啊？是节瓜。哎，对呀。哇。你是这里带来这里切，还是在家里切好才？我买整条的。哦。对对对。这很酷耶，这小的那个。对啊，就一个人方便就好。嗯。好。好，就是你在吹萨克斯风。哦，这个听得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一直有听到、啊，嘿嘿嘿，很好哎、欸，很棒，谢谢。嗯，哇，这里好凉哦。这边好。对。我们这边即使夏天也是早晚凉。哦。中到时啊嘛是热。是吼、哦，对啊。看我们去亲近套中岛楼梯嘛是个热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日头晒拢热啦。系啊，就是早晚太阳下山都加的。对对对。都是树林嘛。对，而且海拔有一点高啦。现在都很流行这种的锅，很方便。小小的，对啊。是家属住的会使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家属住，拢家属住。对啊，上次我看我们那个室友他也是这样子。对啊。我是在嗯。他是用米白米下去，还是用饭下去煮？白米啊。是哦。对啊。一共就变了呢，他说不用像电锅煮那么久。不用，我出去煮饭都用瓦斯煮饭。啊。嘿，可以啊，都煮得熟了。专业。嘿。以前呢也是用瓦斯啊，不，以前都用柴的。对不对？没瓦斯还没有普及以前，都是用柴在烧啊。哦。好了，进来休息了。这是女婿。哦，真的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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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可以坐一下哦，好，热热的咖啡。哦，太好了。哇，有点烫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你要分享女婿买的早点吗？你有想要吃什么东西吗？啊？女婿买来的早点。啊？不用吧，我。这是那个阿弟点的碗筷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哇。是菜包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。也是贵啊，但是就是。银主分享的咖啡。特别的东西。哇！啊，这个我去。
哇，这咖啡好喝。哦，那这是客家的美食吧？哦，真的哦。哎呀，你带客气的，真的吗？是你买过来的，早上。我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，哎，一个就好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来散步进来，有早餐可以吃。我录影都会录影片呐。哎呀啊，我会分享在我的频道上面啊，我都拍那个录影的东西。啊，早上起来就是会拍这个营地的。营地的景色。对对对对对。嗯。哇，感谢主。我们大概11月份以后比较会有云海，前天也有云海的。哦。还没有那么的集中，没那么的漂亮。嗯哼哼哼。因为它变性凉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它就开始从新社那边的那个云瀑有时候从那边冲过来。哦，真的哦。哦。嗯。现在可能就是温度还比较高嘛。云海啊，我都不坐过来，知道吗？会散散的，有时候我看到对面的那个叫什么山呢、啊？鸢嘴山。哦，鸢嘴山可以看到鸢嘴山。那边的那些的那景也都很漂亮。这边视野很辽阔啊。上一回有一位也是骑重机过来，车速也是在那个位置，他搭成那个样子，结果下大雨，大家都遭殃，得罪跟哪里来的得罪。反正我们基本上只要不是台风，大概都可以的。好，积水不要太严重，都可以渡得过。想不到逛着逛着，我的早餐竟然就这么解决了啊！太好了。朋友们，该说了，这个周末两天两夜的露营哈，要准备打道回府了啊，开始打包。好了，该回家了。好了，说好了，走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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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，哈喽，拜拜，走了，说好了，哎呀哎呀，哦，跟你说一下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帮我跟爸爸说一下，谢谢。来，拜拜拜拜。哦，好，这里不错啊。强烈推荐呢，又凉快，开车上来也不错。台21，这边往台8。这一次出门呢，身上只带1000块，去全年花了700多，加油加了200多，算1000，加上第一天的营位400，第二天350，所以1000块花了750，身上应该还有250，快300块，哦，所以这一次出门大概花了1700-1800吧，两天两夜。好，朋友们。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你好，我要外带两份综合，两份多少哈？140。140好。我再一只香肠，我现在可以吃。
然后140+35啊，哎，140+40是180。来，我钱先给你。好。无，我桥倒摆，感觉倒好，我缀一个，我会飞去。谢谢。谢谢了，谢谢，我会飞去。谢谢。一号、二号各一碗。那要外带。外带。要买袋子吗？好。137，来，这是怎样载具？三百克吗？33号。谢谢。走路很容易。